Luno 去年在日本推出了这个揭盖式的烧烤焗炉，今年在香港都可以买到了，还有这个限定的少女是粉紫色添。今次我们就率先一起试机了。今次我们专门揀了易窿难熟的食物作测试，火力没得调校，只是得192度揀。第一组烧的就是易窿的面包和棉花糖。棉花糖要一分钟先微焦，三分钟先开始融，焗面包就要三分钟了。面包都挺脆。第二组是肠仔、鱼蛋和狮子狗，烧了六分钟就变深色了。芝士肠仲爆埋添，但都算合格。第三组就是鸡翼和猪扒，等了很久，用了20多分钟才熟。这块猪扒焗了成20分钟，咬下去就比较干身一点，但是肉汁都保留到，而油就已经被这个焗炉蒸发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焗炉有上下发热，如果觉得任何一边不够窿，都可以反转再焗嘅，都几 user friendly。要挑剔的是揭盖式唔可以锁紧，都几危险噶。用了30分钟，焗炉底都冇窿到。最后测试是清洗的容易度，唔使10分钟都算方便。记者用完之后觉得唔单止外形好靓，烤焗的效果都达水准，但是价钱就比较贵啦，需时都比较耐。但是开 party 和 friend 一起等都可以一试嘅。